我要为全球的合一来祷告。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如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中所说的，我们相信在末世你即将将全球带在一起，所以我们祷告圣灵在这个时刻你编排在这世上的每一个部分工作。我们说让我们的心能够合一在一起，让你的心腹的心合一，在每个领域、每个种族、部落、世上每一个地区，让你的心腹能够在合一当中走在一起。我们祷告我们能真实将这地预备成一个你的安歇之所，我们渴望你的回来，所以帮助我们圣灵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向你呼喊，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真实成为一，预备好迎接将要回来的君王。我们请求你成就这个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